大家好，我是凯旋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教大家画的是一只可爱的凯蒂猫。小朋友，快点来和老师一起画画吧。我们先画出凯蒂猫头上的蝴蝶结。在蝴蝶结的上面是凯蒂猫的耳朵。把另一边的耳朵也画出来。凯蒂猫有一张圆圆的脸。把两只眼睛画出来。把眼睛涂黑。画出凯蒂猫的鼻子。画出凯蒂猫两边的胡子。先把凯蒂猫的身子和两条腿画出来。把凯蒂猫两边的手画出来。用粗线勾线笔加深一下有需要的地方。
用油画棒把凯蒂猫的蝴蝶结和外衣涂上红色。用油画棒把凯蒂猫里面的衣服涂上粉红色。用水彩笔把凯蒂猫的鼻子涂上黄色。就这样，一幅可爱的凯蒂猫就画好了。小朋友，你们画好了吗？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吧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个视频了。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